接下来换第四个区域了吗？水桶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扑我上一个 boss 的小资版，卡哇伊呢？完了要翻过去，等一下，想一下要怎么过。哇，机枪哥啊！那这个也会转。What the fuck？ 哇靠，这是啥血啊？钥匙钥匙。欸，他突然弹一下，我直接往前飞。拿到钥匙，马上离开，不然要往前弹。这是 what the fuck？ 啊，我要被射死！Beach， 又是那个机枪哥。
啊，我摔死了。哦，那是无敌的，有点像保龄球。应该打那个章鱼头会爆掉，打死。丢不到，那个小章鱼掉下去。哇，好大颗！
哇，加油！哇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得把那个打爆，是不是？东西我就不捡了，收集要素。哇靠，他会转弯。没按到。哦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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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哎，好难按。保龄球关卡，完了，他要缩回去。狙击关卡，哇，他会闪避耶，哇，好会闪啊。诶，到不到？炮枪。哇，神炮啊，我。
哇，继续泡。哎，差一点。哦，多只狙击手被发现。不拆，干掉一只。打不到。狙击手不要，哪里在喷呢？吃不到。这是打 BOSS 的，有点像是
会中途爆炸的枪。距离不远，可是有范围性。随便一个都可以吗？哦，我会传回来。还有这样子 combo 的。这也要 combo， 哇！这要 combo 去哪？我这一发没射到，就要摔死了。哦，还有其他区要去拿钥匙。打不到，摔死了，干！哦，现在我从这边，好吧，我又摔死了，我敢剩一条命呢。
哇，差点死掉。这个钥匙拿到多，那时候看有一个是在对面看到了，有新武器，雨伞。哎，这三个区域怎么打？这俩都可以去，是不是？这有炸弹。
应该是各个通道吧，跟上一关那个钥匙相似，是不是？最后一个钥匙打开，往这边走。先去这里啊。哦，我靠，这个需要点技术欸，它弹起来，我的妈！哦，点到了。干炸弹！我的 fuck！ 我靠，隐形的地板欸，好帅啊！应该可以打开了吧？
哇，这赶过去需要一点技术啊。好吧，上不去，放弃。 这什么意思啊？还往上，正在用这边啊。 Oh my god！ 炸弹！哇！先回盾一下。 没办法赶着出去。 他一路赶过来这里了。我有点懂了，要丢手榴弹是不是啊？没丢啊。对，丢手榴弹。 冲！干！过不去呀！再一次。 好吧，需要多试几次。哎，不能顶到那个盘子。有有有有。
啊！差一点！哦，这一关好难哦，还没爆！再一次，快跑！吃奶的力气啊！我来干，终于上来了！我操！狙击手！ 躲一下，躲一下。这样子打上来又这样，我感觉是要两边打的，终于过了。嗯。 还有两个，哎，没跳，要不要摔死？哎呦，没跳，要不要摔死？要不要摔死？哇，这是有好多敌人啊！慢慢走下去。 喷不到，来个 bitch， 对我丢手榴弹。 完了！干！
哇，好猛哦！哎，最后一个在哪里啊？看到了。希望 BOSS 好打一点啊，太难打，很痛苦了。该要狙击枪啊，最不用狙击枪了。我靠，那 BOSS 的形状一看就知道不好打。小鸭要被吃掉。应该是要用狙击枪狙掉上面那三只小章鱼，是不是？还是小鱼？对面也是狙击手，他也是狙击。跑上去，狙掉一只。跑。哦，要打四只。完了，要被打。上不去了，我靠！
打不到。还主换位置好烦哦。追不到，追到，哦，这个会闪避的，一样四只要狙，哇靠！哇塞，还有这个雷射，还要开始雷射我，呜，幸好很慢。狙不到，狙到一只。莫拉塔，赢了！嗯哼，玩具小鸭还飞出来。可以去第五个区域。那我今天就玩到这边先结束了。哦，有特殊动画是不是？哦，没有啊。蛮漂亮的这个区域。那就玩到这边啦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喽。